我也希望你永远快乐。表扬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他现在愿意把自由还给你。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好好照顾洋洋。徐姐，走吧。哦。我不需要你陪，你走吧。我喜欢你，我跟我爸告白了。不是John吗？其实John比我更早认识佳薇，他是佳薇的大学直属学弟。我和佳薇交往没多久，他就介绍我们两个认识。那时候我们常常会到这小酒馆聚会。我们来喽。墙壁上的照片都是我们以前的回忆。原来你们这么早就认识了。嗯。Yes, 学生。哎，你这里太难停车了吧？搞个停车场嘛。搞个停车场？你以为我那么有钱啊？旁边就可以停了。哎，子浩，好久没出现在这种地方了，先好好喝一下。嗯，张经理。哎，思思。他还是我国中的同学，这家伙国中转到我们班之后，都是我罩他的。哎，我更罩好吧？你要看子豪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以前跟现在一模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在学校恶作剧、开玩笑、想什么梗，全部都是他的主意，我们几个就跟在他旁边。但是也因为他聪明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逮到过。那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一直很信任他的安排，包括推荐你到 HTC。
你什么时候才要来上班啊？你不是已经决定好了吗？赶快给张经理一个确定的日期啊。我现在已经在进行交接了，应该下个月就可以报到。OK。哎，老板，我的酒嘞？做那么久没有酒啊？来那么多次了，你就自己拿吧。哦，自己拿，我挑贵，我跟你讲。我这里只有好的酒。推荐我到 HTC 的，那你为什么知道我要离职的时候还这么大惊小怪的？哎，聊什么秘密啊？来喝酒吧，来喝酒。我喝水就好。喝水？为什么？我要开车啊。开车？你不喝，思思喝。思思不用开车，我也不用开车，对对对，我又还没打烊，所以还可以喝一点。不喝酒吗？来，干杯！啊，我们庆祝，不管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许思思，许思思，我送你回去，走吧。走了。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要回去啊！我要去看星星。我最喜欢看星星了，你要陪我去看星星吗？好了好了，走吧。你喝多了。哇，你好粗。好水，好丝的，好了，小心，先走了。子昂，送他回去啊！拜拜，石大，来，这一团就交给张经理了。啊，喂。你小心一点。你还可以吧？你小心一点啦。还好吧，吐出来舒服一点。别跑啊！你是我谁啊？你干嘛对我那么好？你平常有对我这么好吗？啊？莫名其妙。好了。王子浩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干嘛要这么惊啊？我哪有惊啊？你不开心，我也会不开心。那我们都不开心的话，要怎么开心的过每一天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好了，我扶你回去吧。哎，都看下去没？
王子啊，哎呀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拼啊？你有什么事情，你敢跟我说啊？你不开心，我也可以陪你啊，嗯，我可以陪你。急救啊！为什么要急救啊？哎，妹妹，我急救。哎，医生，医生。妹妹现在怎么样了？李女士因为高烧不退，引起持续抽搐，我们观察到她产生意识模糊以及呼吸急促的现象，我们已经为她做了相关的检测。很遗憾，她先前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肺部，她目前的身体状况也很虚弱，对抗癌细胞的条件看来并不乐观。我们会尽力抢救，但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早，你早，赶快进去吧，记得准时上班。哦，车工很好，你看看里面包起来的呢，真的不厚的，不会不会，真的，气色比较好，看起来叫 professional 的。无啦，哎，那女强人呢？什么女强人？不必那么强啦，女生柔性一点比较好。你看，咱们上班硬吧硬吧，嘿硬吧，穿长裤穿裙子都可以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，男的，够帅的，帅帅。啊，进来进来，来来来，你看这件，进来，哎呀，叶子阿姨，这个会不会会不会太隆重了？啊，这。一个洞八个洞，这是的，这是不是？哎，不要变，这样升官比较快哎，豹子就帅了呢。是，刚刚看，刚刚看。接个电话哦。哎，你看正经的好不好？我整很正经的呢。哦，嗯，这个要配什么？不行，老爸。哎呀，哎呀，都要靠。我现在在忙哎。啊？来接哦。我只看会进来的耶。好啦好啦。粘起来的啦，哦，两件事哎，哎，这个设计的很好。我还是觉得女生哦，柔性一点。妈，燕子阿姨，对不起，我忘记哦，我报名那个英文绘画课，今天要过去拿教材，啊，人家还在等我，不好意思让人家等，所以还是我现在去拿，然后你们慢慢逛。哎哎，不是啦，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
你有代志哦，你先去南部代志不要紧啦。啊，你要上班的衫哦，交给阿姨，等我哩。谢谢阿姨。啊，你去。哎，米西啦。别啊，阿姨，你帮我不容易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再见。谢谢阿姨哦。放心啦，好，再见。哎喂。哎，那恁囝嘞呢？啊，不是同款。哦。现在真的不一般。你穿啦，你穿啦，你穿这个啦，再嫁比较快啦。哎，蛋白。不是吗？你欢喜就好啦。你查某囝的心转来啊，不简单嘞。哎呀，爸，什么事情啊？我来了，我看你，拜托你帮帮忙啊！医生说你妹妹阿姨时间不多了，她对妈一直有愧疚。这是他最大的心结，也是他最大的遗憾。你帮帮忙，你让他当面把钱还给你妈，也算是了了他最后一个心愿啊。爸，可是妈妈不知道你跟妹妹阿姨的事情哎。你自己想想看，如果她知道破坏她婚姻的第三者是她最好的姐妹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忍心跟妈妈说。我知道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妈，也害了妹妹。但是文，妹妹时间真的不多了，你就当做件好事好不好？爸，我真的办不到。文，老爸求你了，那我这边有你妈想知道的事情，你去跟她说。他一定想知道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勉强我。去跟他说嘛。出来，你在找什么找？你哥哥，你现在要来对待我？你哥哥，你哥。妹，你搞回阴气啦！阿姨，我是文文，你看清楚，我是文文。你明明就是出来，你明明就是出来。你别我一下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阿姨，电梯，结果，结果，结果，阿姨，等一下。哎，妹，等一下。妹，等一下。你在那边看，他到哪一层？我一层一层去找。好，好。我们待会儿病房见啊。好好。亲爱的，你敢要搏斗？我已经到门口了，看到伊时，我就爱讲，是的，我做唔到啊。咱这边人爱讲，是的，是的，我做唔到啊，我等你等啊。找谁啊？小奶，爹爹，来，喝一点水。喝一点水了。要不要？你是怎样啦？怎么的啦？不舒服？啊？哪里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了？是我无啦，我就乖，我无做歹代志，我有乖乖啊食饭，乖乖啊食药啊，我搁有食水果，我有听话啊，我有听话，我就乖。
爸爸就发大姐，我可以拿出个，我情况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不是怕了。思思哦，你稍等下啦，你妹妹阿姨在厝的呢。爸，爸，我回来病房没？回来没？他没有回来。哎，到底跑哪去了？急死人！爸，我们要报警啊！报警！好，报警！喂，思思。怎么会在一起啊？等一下再跟你说，快点。妈，我们。雨轩，雨轩，我就给他，我就给他，你慢点开我好不好？你慢点开我好不好？好，我陪你开你，免惊，免惊，哈。雨轩，你个讲，我欠的钱，我会还伊的钱，啊不，我不爱甲你用伊，好不好？我就爱你，我命会无你，我命会无你，哪个钱用伊？哪几个钱用伊？安尼做啥物拢无欠伊啊？咱台咱一世人做伙啊，安尼对无？对无？对，让你做会，啊，你看，来看，秀兰，这些东西怪不对，你不能怪妹妹。是我先过自私啊！当初为着要得到你，故意辜负伊，后来阁为着伊来伤害你，伊嘛是为着我才给你借钱的，所以这一切拢是我引起的，莫怪我了。我唔敢唔望你原谅我，啊，不过至少，我讲个真相你，好不？真幸我，安尼，你就不欠我了吗？提醒我，安尼，你就不欠我了吗？不，当然不是。
妈，所以呢？你们全都知道了，只有我，我是个傻子。妈，冷静一点啊！冷静什么？我要冷静什么？的希望，世界上一半下一半切开了一间梦想，我不敢呐喊，却不甘于平凡，一次模拟飞翔换来一场空难，在脸上最遥远的幸福，最真实的痛苦，仰望着你的天空中那渺茫的假如，来不及阐述
面对生活无情催促，走每一步我也不服输。谁送给你幸福，谁赐予我痛苦，浮沉在我的深渊中那苦乐的永无，来不及愤怒，愤怒我也没有退路，我的孤独永远不结束，有什么错误。这是桂英写的诗，替你孩子。这些钱你拿回去，从今天以后我们两个的债都还清了。你不欠我什么，我不欠你啊，咱两个到这为止。这世人咱两个无相欠，好死人，你就不用烦恼。看看看，是因为金妹抱着我，世界上的代志有真侪是咱袂当做主的，好亲像过去的试探，甲走散的人，人咧讲，会当做翁仔某，是前世人小欠债。人就是安尼嘛，看会着家己的苦，看袂着伤害别人的痛。假使讲，我以前若有互你伤心的所在，现在。现在我应该还清了，这辈子我不拖你，下一辈子咱两个无相欠债，徐永胜，你一定爱幸福。我们会祝福你，
总监，谢谢。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让你……不会了，至少我们帮你妈妈找到第二个遗憾。嗯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赶快进去陪他们吧。我就有两个宝贝女儿在我身边挺我。嗯，嘉干，来，妈，哎呀，给没有，我开了呀，妈，啊，嗯，以前，是我太不懂事了，原来真的要当了妈妈以后。才可以明白妈妈的心情。妈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的傻女儿，当了妈妈以后，真的才能明白妈妈有多伟大。全天下的妈妈跟自己的孩子生气，绝对不会超过三分钟。嗯，因为他们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伤心，自己的孩子哭。妈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以前呢，要不是因为你们两个，妈妈我早就带狼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啊，妈妈你这么厉害哦，黑妹哦，你不要小看我呢，告诉你。妈妈，妈的心里有一点点拍谁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 sorry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嘿，现在我可以自在的去见我想见的人。趁我还没有太老的时候，妈，你是认真的？嗯，妈，那个人是不是叫于世光啊？谁？于什么？于世光。是。
一个好男人，是一个在妈妈，在妈妈心里面很里面很里面的男人。东西真的很北吧，带我去就不带我去，干嘛把我丢在这里？哪里啦？于东兴是你哥吗？对啊。我叫于世光，我是你哥朋友。啊？我哥就是说要去你家吗？对啊，要不要一起走？我带你找他。走啦。啊！不用怕。跟那个于世光后来有在一起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那样算不算在一起？可是我知道，他爱我，我也爱他，他会娶我，啊，我一定会嫁给他。这样就嫁给他哦？你干嘛啦？紧张什么？啊，当然是没有嫁给他啊！啊，如果嫁给他，会有你们两个没？是哦。啊，然后嘞？我跟他，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就分开了。以后啊，然后就怎样啊？就没有然后啊。可是我也是在那一年，同时认识了爱情。他说他会爱我一辈子，他也真的爱了我一辈子，却不是用和我生活的方式在爱着。但这遗憾的血泪，并没有让我对人生失望，相反的，他让我的生命更加完整。嘿，缘分哪来吼，他就会在你身边。除了恭喜徐诗诗，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徐文文。嘉威离开我的时候，居然留下了离婚协议书。喂，壮，你是不是知道嘉威在哪里？你对他的好，如果不是他要的，那个叫做烦。纠缠，你很希望我离开吗？对你来说，我只是你的下属吗？钻进心里。
值得。